付钱用纸钞付钱，然后听见铜板掉进收银机里的咔嗒咔铃声，咬一口德肠起司热压吐司，然后用叉子在舌尖上画叉，用舌尖把智齿轻轻挑起，然后吞下，感觉一下，感觉经过咽、食道、贲门，再到胃，然后静静地躺在胃里，像是魔法或是科学一样的镇静下所有胃有的翻腾，静静地躺着，形状像是多年前沉沉躺进深海里的重锤，也像是你身上被吸起咬下的。